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And bring it out. 来学习 chicken noodle soup 啊，这个鸡汤面的舞蹈。然后呢，这个舞蹈特别简单，我们就直接从副歌的部分开始吧。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往前走，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脚就是随意的往前走，然后手呢滑下来，然后交叉打开，滑下来再交叉打开 ，OK，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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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呢，你双手背在后面，就是嘟嘟，就是像那个小鸡的翅膀一样，就是往前扑哧两下。然后呢，你的胸是收进去 ，OK， 就是一二两下，一二，然后在右边、左边、右边，就是你的脚呢，就是哒哒哒，就是你的胯就是提上去压下来。提上去压下来，提上去压下来 ，OK。然后手呢就是右、左、右，好，手脚就是右边、左边、右边。然后呢再哒哒，就是又把手背到后面，然后两下。然后这边呢就是左、右、左，好，所以叠在一起就是哒哒哒往前走，哒哒哒往前走，然后哒哒两下。右左右，然后再哒哒两下，再左右左，然后呢再哒哒，就是你的脚右脚往外踢两下，然后手呢就是外打开夹进来，打开夹进来 ，OK， 就是哒哒两下之后再回来，左边右边，其实你的左手在前面的时候呢，左脚抬起来。右手在前面的时候，右脚抬起来，然后脚有一个哒打开，哒打开，就是收进去打开，收进去打开 ，OK。所以呢，先是往这边踢两下，然后再哒左边哒右边，然后呢再往右边抓，抓一个东西一样，抓之后呢再往右边踢两下，然后手也是往外往里往外往里 ，OK， 哒哒。好，这一次就是右脚往前面，然后再左脚 ，OK。我们连一遍，就是哒哒哒，左边、右边，然后抓右脚踢两下，在右边、左边。好的。然后呢，你再往上抓一个东西下来，然后再哒哒哒哒，你的手呢还是打开往里，打开往里。然后头转到右边，然后身体小碎步，然后就转到右边，就抓一下，哒哒哒哒，然后呢，头再带动身体往左边，哒哒哒哒，再转到左边 ，OK， 就抓下来，哒哒哒哒，然后哒哒哒哒，然后再转到右边，哒哒哒，三次，等于就是先转到右边，然后呢，再转到左边，然后呢，再转到右边，转完右边之后呢。脚就是右左右左，然后手呢就是往上中间下面，然后打电话的姿势 ，OK， 就是上面向中间下面打电话 ，OK。我们再从这里抓之后，哒哒哒哒，这个脚有一点这种打开，就是打开往里，打开往里，打开往里，打开往里这种 ，OK。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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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到打电话这里之后呢，再向左边哒的 chicken noodle soup， 然后在右边 chicken noodle soup， 然后左边 chicken noodle soup， 然后呢在左右哒哒哒，这就是脚是左脚抬起来，然后再交叉。然后转过来，然后你的头转回来 ，OK， 手呢就是先指右边，然后交叉的时候呢指左边，然后绕圈圈，然后点着头过来 ，OK， 先指右边，左边绕圈圈，头上去 ，OK， 脚就是左边交叉过来，
然后再转过来，你可以就是哒哒哒哒哒。好，我们再从打电话这，然后在左边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哒哒哒哒哒哒哒。OK， 这整个副歌部分呢 ，Hope you guys have fun。Oh, I'm never afraid, I'm still free now.